自由往亦都順利埋最後入閘至尊大師。全部馬匹準備妥當，五場賽事四番千二米嘅短途賽準備。好，你一開閘應聲彈出八心之友啊，響外邊啊自由旺啦，咁啊馬林中間走黃君天內欄金飯碗中檔仲有大地和平啊，後多浸嘅話至尊大師就黑衫嘅，咁啊白衫大約尾六度咧就七星拱照啦，再後邊有盡開顏，尾四咧就神州駿馬，尾三中華一號，尾二生力軍啊，暫時包尾咧就係嗰只曾幾何時嚟噶。好啦，跑到去對面直路嘅中段啦，自由旺放到出嚟跑噶啦，跟住第二位外邊嘅至尊大師啊。再入边内栏第三八心之友，第四位咧就找黄君天啦，内栏第五仲有大地和平啊，再喺外边进开颜啊，后啲嘅马七星拱照啊，尾五内栏啡色衫金饭碗，尾四神州骏马，后边三只生力军中华一号咧，包尾仍然系嗰匹曾几何时嚟噶。好啦，今日入直路咁滞啦，自由旺仲系带头嘅，内栏咬咗上嚟咧就系八心之友啊，揈出去出边追有找黄君天啊，咁再见到后边嘅马啦，咁外边追啲有大地和平啦，马林中间上咧仲有金饭碗啊，追出就神州骏马，兜到嚟最后百零米，八心之后喺中档追咗上嚟，见到外边进开颜上紧，入边仲有自由旺接近终点，八心之友中间，咁啊外边杀上嚟咧就系呢只进开颜，第三名系自由旺，第四名咧至尊大师啊，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八心之友跟到放头马内栏位置直路移出嚟中档追，结果就有机会到先啊，但系三号冲上嚟都好劲嘅，就进开颜，但系侧起个头啊唔转脚。第三咧就放头嘅自由王，第四名咧就至尊大师啊。二号嘅八心之友啊，道利内容蔡玉恒组合啊，又赢多场咯。跑第二名追到好劲啊，三号嘅尽开颜啦，田泰安。第三名之后嘅自由王伟达，第四名咧十号嘅至尊大师啊，沈娜。摆喺前面走嘅一对八心之友同埋自由王都翻到嚟啊！咪掟到好出嘅啫，尽开颜咪追翻第二啊！好啦，睇埋个预计派赛啦，跑第一名系二号嘅八心之友，独赢派六十二个半，位置派二十个半。跑第二名系三号嘅俊开颜，位置派三十四蚊。跑第三名系七号嘅自由王，位置派二十个半。跑第四名系十号嘅至尊大师，连赢二搭三派五百四十六个半。三重彩二号、三号、七号顺序派七千零四十二蚊，单贴派一千一百二十六蚊。位置 Q 二搭三派一百七十五个半，二搭七派八十七个半，三搭七派一百七十二个半。睇翻头马张相啦，八心之友到先啊，里边啊，出边进开颜跑第二啊。好，马房今日继续赢啊，出三只马，三只都前四名啊，暂时。到嚟来其实两匹嘅啫，今晚临尾啲飞都几劲啊！呢个八心之友落到嚟六十几蚊，着咗六格仔，短马头位啊，咁啊赢多场啦，嗯。
不過那隻盡開顏都蝕盡㗎啦，由沿路三搭望空又飛出去出邊，咁啊臨尾都輸少少俾你啊！真係好有鬥心啊，馬仔細細啊，好肯搏。田泰安今日都唔錯喎，跑咗五場啦，全即係過咗五場啦，咁佢都喺前列度翻得到嚟。好啦，睇埋三揀一嘅預計派彩，勝出嘅係 A 一隔夜熱門，派29元。四連環嘅預計派彩，二號、三號、七號、十號，派4339元。睇埋四重彩，二號、三號、七號、十號順序，派124363元。好啦，翻嚟福榜啦，蔡翰咧嚟到今季63 win 啊，真系紧要。好啦，即刻睇佢点赢啦。五档一早都守住个好位噶啦，八心之由起步见阿杜利来咧，即刻咧执佢几步咧抢一条栏先。喺佢后边几只马都唔够佢快噶，分别就爪王光天啦、金饭碗啦同埋大地和平啦。出边亦都打斜个身咧，亦都射紧埋嚟啊！就系、是、嗰只自由王啊。中档见到就系嗰只大地和平至尊大师啦，开边啊黄武白昼咧就系嗰只尽开颜都几蚀位嘅。喺佢内侧咧就系七星拱照啦，同埋嗰只金饭碗啦。殿后嗰四只啦就系中华一号啦，就系曾几何时啦，同埋生力军嚟嘅。我步速中等啦，所以你见前面嗰阵咧就都唔蚀底噶，后边嗰堆亦都有啲冚得几劲嘅。咁啊，头马就压咗黄金包双位，咁啊加上今日场地真系冇咁快啊，都对有啲帮助嘅。嗯，阿只尽开颜今日都跟前翻啲啦，咁啊三号马嗰匹啦，一路熬紧上嚟嘅。不过转弯呢个弯咧，话喺照例啦，咁啊田丹都惯噶啦。嗰只新力军咧，白武中间嗰只啊，重重围困一只路，咁啊拉屎紧紧，因为望唔到空就随手过终点嘅。系啦，系啦，冇位啊！爪王光天都咁上下啫，今日又系。嗯。好啦，福榜完毕，派彩都作实噶啦。位置 Q 派彩，二搭三派175.5，二搭七派87.5，三搭七派172.5。三拣一派彩胜出嘅系 A 一隔夜热门，派29元。四连环派彩，二号、三号、七号、十号，派4339元。睇埋四重彩，二号、三号、七号、十号顺序，派124363元。马步派彩，头关三号、尾关二号，派425元；头关三号、尾关三号，派122元。睇埋分段时间，头段23:67，第二段23:17，末段23:07，赛事时间1分10秒54。